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，我是你的 Yuki 姐姐。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，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智能粘土，或者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化学粘土。它的这个容量非常非常小，就像这一个小蛋蛋这样一块，它的名字呢是叫做 Silly Putty， 是如果是直译，就是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呢，是叫做笨笨的粘粘胶。然后它其实它的这个性能呢，是和我们的智能粘土是完全一样的。你可以给它搓成一个球，然后就像我们的弹弹球一样，可以把它拉开拉长，可以把它拉断。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开箱的展示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好啦，希望你能够喜欢喽！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，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